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又到了大家来吃越南的时间。今天冰箱来到这个太平，就是这边有一家那个矿肉饭，然后听说很有名。我现在到现场过了，看到这个很夸张的盛况，来。看到没有？现在才大概11点而已哦，已经排队，反正那间超热。好，那我就继续排队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刚刚让我在烈日下排队排了1个小时买到的矿肉便当。好，那今天就是这一家目前这阵子在台中很夯的那个太平的那个只有矿肉饭。只有矿肉饭不是他的店名啊，就是但是他在网络上就带那个网友都叫他只有矿肉饭，因为他的招牌没有店名，就只有矿肉饭。好，那首先先来看他们家的便当啊。他家的便当是，他们家就只有一种便当，就是矿肉便当，是80块钱，80块钱也算是行情价啦。好，然后在看便当之前，我们先来看他们家的，就是他们家的东西，我几乎全部把它点完了。好，因为排一个小时的队哦，只点一两样太可惜，所以全部都来。好，那。今天比较可惜的是，因为他的那个价目表上面写说便当里面有卤蛋的，然后结果我就以为里面有卤蛋，所以我就点了那个贡丸，结果他今天是给贡丸，所以我今天没有买到卤蛋。但是刚刚有试了一下他们家的卤汁哦，卤蛋应该蛮好吃的。OK， 好，那。首先，先来看这汤品了。汤单就是他们家有3种汤，味噌汤，然后萝卜汤跟竹笋汤。然后萝卜汤跟竹笋汤是季节交替的，就是冬天才有萝卜，夏天就是笋子。那汤一碗都是20块钱啊。那今天两碗都把它带回来。那笋汤就不用讲了哦，现在的夏天就是。竹笋的季节，所以现在的笋子一定是好吃，没话讲了。当季的笋子，那就是味噌汤。小时候我都以为是味生汤，我想说为什么大人都喝味生汤，小孩子就不够卫生吗？好，题外话了。然后另外萝卜豆腐跟洋葱吧，就很简单的味噌汤啦，20块，这是台式的那种味噌汤。然后再看那个小菜哦，小菜是像豆轮这种东西，我个人是必点的。然后他们家一个豆轮是5块钱，那我点了3个。然后贡丸一份15块，哦，点一份，这样是30块钱。然后现在来看便当，
便当，哦，便当，因为现在我坐在那个店外面的七楼啊，所以就按照惯例，我就不把盖子剪掉了。哦，就是便当就是一块矿肉，哎，矿肉有两块。哦，它是就是这个，这都是些卡口啊，卡口都会长这样。哦，半肥半瘦的，哦，这一块肉厉害了，哦，这个。哦，这就是那个蹄膀的部分。哦，然后他们家有那个豆豉大椒，豆豉大椒，哦，先把我看不太清楚。哦，笋干。白菜卤，然后这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应该是卤蛋的地方，他今天就给我，不知道是卤蛋卖完了还是怎么样，就是还是最近蛋太贵了就没有卖，所以他就换成贡丸跟一个豆轮这样，然后这样便当是80块。哦，那饭的话就给大家看一下，这饭看起来很好吃啊。 OK， 好，哦，那我们现在来吃便当。哦啊，首先啊，就，这个怎么回事？就是冰箱现在的那个老化也非常严重，然后所以刚发现那个摄影机的小镜头、小萤幕的看不清楚，所以没办法，只好戴眼镜。好，那这个是笋汤，先喝笋汤。哦，夏天喝。滚汤最好了，那这应该是我们台中的那个大坑的麻竹笋。嗯，又脆又甜，嘿，然后也不会很老。其实我自己个人超爱吃笋子，像我之前那个曾经去外面这样买3-4碗的笋汤回家就过一天。然后再来就要看那个，我小时候都觉得，刚刚有讲过了，小时候。都听成卫生汤，哦，卫生汤。我想到奇怪，小孩子喝就不卫生嘛？真的，啊，小时候常有的问题就是卫生的，不是卫生。那就是这种台式卫生汤。你这种味道就是那个便当店啊，凉面啊。那味噌汤就是这个味道 ，OK， 然后再来看他们家的那个小菜，小菜一盘来，小菜，刚，因为我刚有先偷吃豆轮，然后就是先来吃贡丸，贡丸，然后。小菜吃起来就知道他们家的卤汁还蛮厉害的，那个豆的，哦，跟这个比起来，那个大面中的豆纹简直是垃圾。那不管怎样，我还是会点，因为我也超爱吃豆纹。然后再来就看那个便当，我便当就是刚给大家看过，便当。
麻花缸都是那个豆仁跟贡丸吃过的，然后现在就来吃那个白菜卤。白菜卤卤卤卤卤，嗯，够大笔的那个白菜卤。在冬瓜、啊，那笋干就比较，笋干的品质不错啦，你看就是大这种粗的，口感蛮嫩的，可是它的那个，我觉得它笋干的那个。卤汁就比较没有特色了，哎，因为它的口味是属于比较重的，所以相对来说它的笋干味道比较没有那么重，然后会，你如果先吃别的东西再吃笋干的话，就会觉得没有味道。然后再看他们家矿肉，就是它矿肉比较。大一块，真大的，你会得签嘛？是有签嘛？我把签嘛拔掉。它的肉很大一块哦，哦。签码拿掉，把签码拿掉，来这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它皮哦、喔啊。因为它这个是那个卡口，这是蹄膀啊，所以这不是肥肉啊，是皮啊，这满满胶原蛋白，这超好吃。嗯，好吃。哦，好吃。这是我喜欢的那种。卤猪脚的味道，真的好吃好吃。看一下，这是卡口，这是蹄膀，然后这瘦肉，这是猪腱肉，然后这带筋的。我只能说，吃了他的瘦肉之后，我刚才大太阳下面排队排一个小时，值得的，真的好吃，真的好吃，而且又便宜啊，大概90块。会今天会去这一家排队哦，因为我很少排队，那今天会去这家排队，就是因为纯粹好奇啊。然后这一家最近在那个网络上还蛮夯的，哦，然后又加上疫情的关系，昨天本来晚上有开啊，现在晚上不开，就是只有卖中午，而且他只有卖一样公楼板。那我看人家分享的，就是一堆人大排长龙啊。然后我今天自己去现场也见识到了，我也参与其中。好，那排一个小时的队买到这个便当，那基本上现在吃了，我还没吃完啦，但是等一下跟大家分享完，我就要继续吃。好，基本上这个他们家的矿肉饭是相当不错的。好，然后 CP 值也高啊，因为。他单点矿肉那么大一块才45块，真的，现在在外面这种行情真的也很难看到了。啊，唯一的缺点就是要排队排很久，哎，因为只卖中午，然后那个地方的那个没有七楼，那边是没有七楼的，你就是要站在马路边这样，然后像今天大太阳，早上大太阳就哇超级热的，哎。好，那当然啦，排队辛苦排队的是值得的啦。好，那今天的便当就介绍到这边哦。那如果大家觉得喜欢的话哈，记得帮我们哦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然后最新便当资讯
好，美食情报不漏接。OK， 那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哦，那希望大家喜欢，好，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